老婆去世，他留下遗言，把他的骨灰盒埋在院子里的紫藤花架下。只因老婆相恋了两年半的初恋是在校园紫藤花架向他告白的，后辈们感叹爷爷奶奶真是浪漫，只有我心如刀绞。身为舔狗圣体的我，对他好了一辈子，他却厌恶我到不愿意合葬。如果人生能重来，我再也不当舔狗了。谁知一睁眼，我竟真的回到了高考前三个月。记忆中一向高傲冷淡的柳如烟，居然羞红着脸朝我伸手。你害我受伤，就要对我负责到底。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才认清自己真的从8岁老头变回了18岁身强力壮的大小伙。 此去多年的暴发户老爸穿着花衬衫，戴着大金链，跟我一起坐在饭桌前。而砸，隔壁白老师出事了，你知道不？我回过神，下意识点头。18岁这年，高考前的三个月，我岳父被班里的女学生缠上了，非要说遭受他骚扰，肚子还被搞大了。实际上，那女学生有个校外混混男友，怀孕被发现后不敢和家里坦白，一时情急编造谎言。 顺便想能讹诈我岳父一笔钱，可是这对身为人民教师的岳父而言，却是足以毁灭职业生涯和人生的重大污点。连带着这几天，柳如烟在学校也遭受了巨大的匪议和压力。我爸见我点头，嗨了一声，臭小子知道个屁！我脖子顿时一僵，差点暴露了。还好我爸没在意，嘚瑟着说出下面的事情。这些话我可太熟悉了，无非就是他谈生意时意外发现那女学生和混混男友在酒吧里鬼混，他当场就招呼兄弟们过去招待了俩。 就我爸和他手下兄弟那副五大三粗的样子，谁敢信他们是正儿八经搞公司的？简直比混混更像混混。那男的一点骨气都没有，立马就交代了。从此，柳家算欠了我们家一个大人情。我爸摸了摸光头，眼珠一转，都邻里邻居的，就该互相帮忙。真要感谢，让你们家闺女如烟给我家臭小子补补课呗。当时我早就暗恋校花兼学霸的柳如烟，很久了，知道后乐的一蹦三尺高，顺势对柳如烟死缠烂打，还处处破坏他跟校草的关系。柳如烟很讨厌我。 可是碍于那次帮忙，没法拒绝。只是每次跟我相处，都冷着个脸，哪怕我们结婚了，也依旧没多大变化。以前我不在乎，我以为只要我足够专一热情，迟早能把包裹着柳如烟这朵高山雪莲的冰雪融化。可是我错了，现在我累了。门铃响起，我知道是岳父带着柳如烟上门来道谢了。我以为自己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可是猛地看到18岁的柳如烟，心跳顿时错了节拍，狂跳不止。天气渐渐热了，柳如烟穿着一件小方领的长连衣裙，搭着干净的高马尾，清纯中带着点冷傲，出自书香世家的她，气质绝尘。哎，也怪不得她整天对我 冷脸骂我粗俗幼稚，可我一看到他就忘记生气了。不行，别忘了自己说过，重来一次，绝不重蹈覆辙当舔狗。后辈猛地被拍了一下，我一口饭没下去，差点呛死。臭小子犯傻了，还不起来迎接一下？岳父推了推眼镜，忙说不用。哎，要不怎么说柳如烟和岳母看不上我家呢？瞧瞧人家温文尔雅的气质。再看看我爸那熊样，出于礼貌，我还是起身接过了岳父手里的水果篮子。但是故意没理睬柳如烟，他似乎有些惊讶，看了我好几眼，坐下没闲聊几句。我爸就说出了上辈子那句话，让柳如烟给我补课。柳如烟的成绩非常好，但是上辈子 或许是因为我的死缠烂打让他心烦，又或许是被迫跟初恋校草分开影响了心情，他高考略微发挥失常，没有考上 TU 大，这也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之一。所以不得不岳父点头答应，我先开口拒绝了，不需要。三道诧异的视线齐齐扫到我脸上，岳父推了一下眼镜，劝说道：“苏豪的成绩确实该补补了，现在社会不同了，前景好的企业也都往需要知识和文化的高科技发展了，这我能不知道吗？我未来发展壮大的智能机器产业，让苏氏从暴发户小公司一跃成为全国前十的大集团。 也不知道咋回事，老苏家这个做生意的头脑似乎是天生自带的。柳如烟还是集团的首席技术顾问呢，我爸可没岳父这个耐心，虎目一瞪，抬手就想扇我。臭小子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我可不怕他，给我补课会耽误柳如烟自己的学习，你们有考虑过他乐不乐意吗？爸，你帮岳，咱们帮白老师是邻里情分，可不能嫌恩图报啊。 我爸嗖的一转头，冲柳如烟挤出笑，那熟练的伏低坐小模样，简直跟我如出一辙。哎，看来我怕老婆讨好老婆，也离不开家族遗传啊。可惜你在校也不管用。柳如烟巴不得拒绝呢，我愿意。苏叔叔，我成绩很好，下个月竞赛再拿到一等奖，就可以保送 TU 大了，看吧，我就说他不愿，什么？我整个人都傻了。他愿意给我补课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我爸顿时乐开了花，岳父也满脸欣慰。好，好，好，邻里之间互帮互助，学生之间也要如此。柳如烟悠悠看着我，眼神有些奇怪，看着他们一团和气，我连忙插嘴打断。不过真的不用，眼看我爸又要撸起袖子，未免脑袋遭殃，我赶紧解释，其实我成绩也很好，以前都是故意叛逆考砸的。我扒拉了一下头顶褪色的黄毛，真的，接下来我就会展现真正的实力。我爸显然不会信，以为我又吹牛逼。然而我句句属实，上辈子在老婆的对比下，我也很懊悔自己只读了个大专，外人都说我娶到柳如烟真是癞蛤蟆吃上天鹅肉。甚至说苏氏集团壮大，多亏柳如烟这个首席技术顾问，是我老婆愿意给自家企业打工。但凡她被
老婆有交流的话题，否则就算我买几万几十万的名牌包和珠宝首饰，也只能换来他冷漠的一句不需要不喜欢，也省得他总丢下一句这些技术你又听不懂，转身忙去了。再说孙子孙女的功课还是我一手辅导起来的呢，现在重回校园我还真是一点不虚。爸，下个月不是有模拟考吗？等成绩出来你就知道我没撒谎。我爸呵呵冷笑，离高考就剩三个月了，还
还有几次可以让你折腾？人家如烟都答应了，你别找抽啊！柳如烟深深看了我一眼，嘴角噙着淡淡的笑。苏叔叔，苏豪可能是不好意思了吧？补课的事就定下了，我会找时间教他的，你们就别操心了。这一句话就把我爸激动的直搓手，猛夸他聪明又懂事。送走柳家父母俩后，我爸顿时沉下脸，警告我。你给我乖乖的别搞事，不然等你妈旅游回来，看我俩不给你来个混合双打。想到老妈，我一个机灵根本不敢反抗。我表面答应下来，实际却准备离柳如烟远远的，反正只要熬到模拟考成绩出来，他们就没话说了。哼，再说柳如烟这会儿正跟他那个初恋校草感情火热，差一步就要告白了，到时候他哪还有空理我。第二天我请了上午的假去染头发和买衣服，从50多年后回来，连我自己都有些受不了这身装扮，一头黄毛，衣服花里胡哨，却还以为自己多酷多帅，怪不得不招女生喜欢。等到下午我走进班级，原本轰闹的教室瞬间一片安静，这些陌生又熟悉的青涩面孔整齐统一的用目瞪口呆的表情看着我。苏豪不会请假去整容了吧？我靠，他有那么帅吗？哇，他染黑头发了，还有这身衣服是 C 家新出的款吧，要上万块呢。苏豪又不是第一天穿 C 家的衣服，以前搭配的丑爆了，不像今天这么酷飒利落。对对对，要是他能一直保持，我可以一路走到座位上，这些议论声不绝于耳。放在以前我早就飘了，高低的对他们露出油腻邪魅一笑，不过现在的我只觉得大家单纯可爱。他刚刚是不是轻笑了一下？怎么那么帅？肩膀上搭了几只胳膊，侧头一看是之前玩得好的死党。豪哥，你转性了，以前你不是说最讨厌这种文质彬彬的小白脸吗？我拿起书本，手臂肌肉线条随之鼓起。我靠，老大被鬼附身了，他居然学习起来了。我狠狠给了身后一拐子，打断这些人的鬼吼鬼叫，敢耽误我考 Q 大，你们就死定了。几个人沉默了几秒，爆发出巨大的嘲笑，空气中充满了看热闹的气氛。哎呦喂，别耽误我考 Q 大。我说老大，知道你喜欢柳如烟，但也不用为了追校花假装学习啊，这牺牲也太大了吧。我脸色一黑，冷冷瞪了说话的老三一眼。我不喜欢柳如烟，以后谁都别在我面前提她。老三几个看出我的认真，顿时面面相觑。不只是他们，我说话的声音不小，四周也不少同学听见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口出现了一道亮丽倩影。柳如烟扫了一圈，很快发现坐在班级最后一排的我。她眼睛微微弯了一点，露出一个浅笑。苏豪，放学记得等我，说好去你家的。这句话就像是一枚炸弹丢进湖里，激起千层浪。柳如烟倒是好，说完也不等我拒绝，施施然走了。老三拼命摇晃我肩膀，你和柳如烟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啊？你说话呀。我连忙解释，他只是答应了我爸会给我补课，谁知道他说话就说一半，引人误会。可是老三几个一点不信，眼神幽怨。好啊，怪不得今天精心打扮，还突然说要好好学习，原来是讨校花欢心。就是晚自习结束都九点了，回到家还补个屁的课，不都直接上床了吗？这下真晚了，无论怎么解释，大家看我眼神都不对劲了。到了晚上，我想趁机溜走，却被柳如烟堵在停车场。我车链子坏了，你载我回家吧。我问他车在哪，我能修好。柳如烟神色有一瞬间的僵硬，直接走过来坐到我车后座。我累了，不想骑车。来来往往的同学故意放慢脚步，听得两眼放光。我从没想过他居然会有这样一副赖皮模样，通常那是我惯用的伎俩。她一个女孩子，我总不能硬把她推下去。刚骑出几步，腰两侧就被一双手轻轻抓住。我浑身一个机灵，车头顿时拐出山路十八弯，差点撞到旁边护栏上。柳如烟，你在干嘛？身后传来一道无辜的轻笑。谁让你骑这么快？我怕被你甩下去啊！我再一次震惊了，她居然还会跟我开玩笑了。难道不应该是说了你也不懂，懒得跟你解释，以及我的事你别管这些打发我的三件套话术吗？不仅如此，晚上她还真耐心给我补了一个小时课，可惜我一个字没听进去，光顾着看她纤细白嫩的手指写来写去，以及那张开开合合的殷红嘴唇。想到曾经无数次亲吻他的滋味，这具年轻的身体忍不住微微燥热起来。柳如烟咬了咬嘴唇，忍不住瞪了我一眼。看题目，我脸上有答案不成？我脱口出，书哪有老婆好看啊？靠！刚说完我就意识到不对劲，习惯真是难改啊。上辈子我趁补课的机会也是这样，成天嘴巴没正经，但那是柳如烟最讨厌的样子，经常闹得她气愤离开。我刚想道歉，却发现柳如烟的脸一点点泛红了。这一晚我辗转反侧，一会儿心动，一会儿又是柳如烟冷漠的样子。第二天带着两个大黑眼圈去了学校。午休时我去教学楼后面的小花园散心，却看到柳如烟和赵胜站在盛开的紫藤花架下。如烟，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我感觉浑身的血都在那一瞬间凝固了。是啊，我怎么忘记这一天了？告白的日子虽然很快就被我引来教导主任给抓了个现行。面对两个学霸，老师们虽然没有责罚，但也严防死守，生怕早恋导致两个尖子生毁了成绩，却给了我可趁之机，也导致柳如烟更加恨我。但是我那样做也不是单纯为了自己。赵胜是个人渣，在本校里装的人模狗样，在外校却勾搭了好几个女生，脚踏几条船。但是这一次我转身就走，我不打算再去叫老师。既然决定好不去打扰柳如烟的生活，她的选择就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大不了之后偷偷把赵胜劈腿的证据暗中给他就是。对不起啊赵胜，我有喜欢的人了，是苏豪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差点以为自己幻听了，该不会重生什么的是一场梦境吧。我猛地回头，发现柳如烟依然背对着我。所以你别再来找我了，专心学习准备高考吧。赵胜满脸震惊，眼看柳如烟拒绝后毫不留恋转身就要走，他连忙伸出手拉住对方。我眯起眼，恨不得把那只脏手给剁了。如烟，你还在生我气是不是？赵胜回过神，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。之前你爸爸出事，我不是故意避着你的，我也在想办法帮你啊。什么？居然还有这样的事？
上辈子我还真不知道赵胜这小子这么闹呢，自己喜欢的女孩遇到麻烦了，他居然当缩头乌龟。柳如烟挣开对方的手，露出白皙美丽的侧脸，只是那个脸色冷得跟冰山一样。是吗？那你想什么办法？赵胜连忙解释，说他找了家里人，本来想用点手段把事情压下来的。他这话倒也不算吹牛，因为他爸是教育局领导，我们校长见了都得陪笑脸。见柳如烟不说话了，赵胜重新露出笑容。我知道你刚才说喜欢苏豪是故意气我的，你可是最讨厌那种不学无术的校霸了。我刚想迈出去的脚步又收住了。哼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我只是小情侣闹别扭的工具人啊！亏自己刚才还为那句喜欢心跳漏了一拍，这犯贱的毛病真得好好改改。我从大理石回廊后面撤退，打算悄悄离开。苏豪，你是来找我的吧？一起回教学楼呀！身后响起轻快的脚步声，柳如烟跑过来挽住我的手臂。不是，他脑袋后面长眼睛了。看到我惊讶的神色，柳如烟嘴角微翘，回头对着赵胜却冷下脸。我没和你开玩笑，请你以后别来打扰我。说完，他不顾两个男人的错愕惊讶，拉起我就跑了。快到教学楼时，他主动松开手，对着我眨了眨眼。放学记得等我，敢偷偷溜掉，我就找苏叔叔、苏阿姨告状。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教室座位上，感觉整个人晕晕乎乎，直到老三喊了我半天才回过神。豪哥，下周运动会有篮球赛，咱们报名去啊！我刚想拒绝，转念一想，又答应了下来。对高三学生而言，运动会大多是随便参与一下，很多人都选择窝在教室里学习，但老三他们肯定是待不住。而我自从重生回来这几天，精神一直很紧绷，也是该合理放松发泄一下。再说，从老爷爷变回青春洋溢的少年，我也早就手痒了。对于我们这几个差生的积极报名，班主任丝毫不意外，也懒得劝说。我新买了一套专业球服球鞋，摸了摸紧致的八块腹肌，心里相当满意。更巧的是，第一天淘汰赛我就和赵胜对手，四周站满了看热闹的女学生，自动分成了两帮拉拉队，一队当然是给校园风云人物赵胜加油的，而另一队居然是我的后援队。老三笑得贼嘻嘻的，老大，你不知道现在有很多女同学喜欢你？我还真不知道。随手抛进一个三分球，引起一阵欢呼尖叫。靠，豪哥你别只顾着自己耍帅啊，给我们留点活路。我好笑的摇摇头，把球传给老三。没办法，上辈子那几十年，我连职业球员和奥运冠军都接触过不少，别说篮球，连马术、高尔夫、滑雪、冲浪都玩得相当熟练。跟这帮十七八岁的毛头小子比赛，不用多认真都可以吊打他们了。场外又是一阵尖叫，赵胜也投进了一个球，冲我投来挑衅的目光。我掀起衣角，擦了擦下巴汗，回忆冷笑，因此露出的腹肌惹来迷妹们或矜持或大胆的惊呼。视线中忽然闯进一个倩影，柳如烟就如她的名字一样，肤若凝脂，白到发光，在人群里美得分外显眼。哇，柳如烟居然也会来看篮球赛？是啊，那些大学霸不应该在教室里发奋刷题吗？你们真笨，肯定是为赵胜来加油助威的啊！他俩之前天天在一起，早就是男女朋友了吧？我冷眼听着大家的讨论，赵胜却笑着冲柳如烟挥挥手，似乎是坐实了别人的猜测。然而柳如烟看都没朝他看一眼，反而抬起手，嘘嘘放在唇边，笑着冲我清脆喊道：“苏豪，加油，你一定能拿冠军。”篮球场瞬间陷入诡异的安静。你不是说柳如烟是赵胜女朋友吗？她怎么会给苏豪加油啊？嘻嘻，你们消息真不灵通啊！柳如烟这几天可是和苏豪同进同出，据说晚上都住在苏豪家呢。喂喂喂，这位同学，你可别瞎说啊！我耳朵尖，听得一清二楚。柳如烟就站在说话人的附近，她却当没听见似的，丝毫不反。赵胜阴沉着脸走到我面前，冠军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六岁就开始学篮球了，初中还差点被省篮球队招走，没答应是因为我学习太好，不可能走体育生的路。苏豪，你要是输给我，就离如烟远一点。最后这句话，他故意压低声音，贴着我耳朵威胁。笑话，虽然我本身也打算远离柳如烟，但绝不会是因为赵胜这种斯文败类。燃气战役后，我和赵胜都打得非常凶悍，他的确有点本事，但在我面前还不够砍。眼看比分拉开了十分，赵胜有点急了，在一次抢断里，他假借传球，实际猛地把篮球朝我头部砸来。我来不及思考，条件反射用手臂挡开，篮球瞬间飞往场外。啊！的一声痛呼，柳如烟倒在了地上。我瞳孔一缩，下意识就想冲过去，赵胜却比我更快，跑到柳如烟身边蹲下，满脸紧张关心：“是砸到脚了吗？别怕，我送你去医务室。”我刚迈出几步的脚，慢慢停下，站在原地，看着柳如烟脚踝微微泛红肿起，我心疼的要命。可是我不能再过去，我不要再过去了。还记得结婚十周年纪念日那天，我做了一大桌丰盛的菜，柳如烟心情难得不错，说要切一盘水果，结果却划伤了手指。我吓得魂不守舍，手足无措，找碘伏和创口贴给柳如烟包扎时，她却悠悠叹了口气。我曾经想过结婚后要相夫教子，洗手做羹汤，谁知道不是我想的那样。那一瞬间，我整个人都僵硬的像块石头。我知道柳如烟爱学习，爱钻研科技，我从没想过把她困在家里当家庭主妇。可我没想到，她竟然也曾有为了真爱初恋甘愿奉献出自己的念头。这就是爱和不爱的区别吗？真是伤人啊！我意兴阑珊的捡起反弹回来的篮球，语气不耐：“赵胜不打就上替补球员，别耽误比赛。”这句话一出口，就连我的拉拉队女生都投来谴责的目光，议论我怎么这样冷酷。柳如烟咬着唇，脸颊泛起两坨红云。虽然我明知道她这是因为脚踝痛，不该有邪念，可这副倔强清冷中流露脆弱的样子，实在是太刺激人了。
我相信在场所有男生，包括一些女生，都忍不住想保护她。可是柳如烟却朝我伸出手，语气含羞带怒：“我脚都崴了，你还不背我去医务室吗？这可是你害我受伤的，你要对我负责到底。”这下全场男生的眼神都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。看着柳如烟大有一副今天我不背她，她绝对不起来的样子，我又一次妥协了。她的性格我很清楚，有时候出奇的倔，真做得出来。后背压上一具带着冷香的娇软身体，我顿时浑身不自在。按理说老夫老妻了，还有啥没见过的？可是18岁的身体，她不同意啊。哎。再说以前柳如烟就算在床上也是一副冷冷淡淡的样子，我又知道她嫁给我不情不愿，都不敢放开手脚，而她也总是借口做实验来逃避，就连新婚燕尔的时候一个月都见不到几次人，给我弄得可遭罪了。可是现在柳如烟毫不避讳地放松身体压在我背上，我紧绷的肌肉明显能感受到绵软的触感，这是另一种遭罪法。我走得差点飞起来，逃命一样把人送进医务室，放到小床上。老师怎么不在？我去找人。我左右环视打算跑路。苏豪，柳如烟大声叫住我，我都对你这么主动了，为什么你这么冷淡？我有哪里惹你不高兴了吗？我站在门口没有马上冲出去。柳如烟，以前我那么喜欢你，讨好你，你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。世界上的漂亮的人多了去了，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只是突然不喜欢你了，就这样而已。你要是还有点尊严，就别再来缠着我，我只会觉得你犯贱，觉得恶心。身后传来轻轻的啜泣声，我肩膀一震，不敢回头看他，我怕自己又心软了。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回家，一个人感觉有点冷清。明天是周日，我打算倒头睡大觉，什么都不去想，结果才早上八点房门就被咣咣敲响。一开门，我妈的指尖差点戳进我鼻孔里。死小子，你干了什么对不起如烟的事情？孩子昨晚哭了一夜，说不想活了要自杀。什么？我瞌睡虫猛地醒了，第一反应想冲出门，结果岳父一脸尴尬的从沙发上起身，连忙阻止我们。没这么夸张，如烟确实回家后情绪低落，我们关心了两句，没想到这孩子居然哭了。岳父扶了扶眼镜，原本兴师问罪的态度被我妈一脚好了不少，再加上他说以后不会再来找你，我们就猜是不是俩孩子闹了矛盾。我爸一口咬定绝对是我的问题，这臭小子最会气人，肯定是他伤了如烟的心。我这就压臭小子上你们家给孩子磕头认错去。岳父连连摆手，显然有些吃不消我爸妈不讲道理的霸道行为。知道柳如烟没出大事后，我恢复了冷静。爸妈，白叔叔，我和柳如烟只是因为学习上有矛盾吵了一架，我不服他，不想让他给我辅导了，就这样而已。三个大人显然不信，我忍不住苦笑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只有我对柳如烟死缠烂打的份，他根本懒得搭理我。我苏豪有什么本事能伤柳如烟的心？你们太看得起我了，这是事实，邻里邻居谁不知道？最后岳父略显尴尬的走了，门一关，我爸恨铁不成钢，儿子，你也太不爷们了，追女孩受挫几次是很正常的。你老爸，我当年追你妈的时候还被你老爷拿扫把打出门呢。如烟就算给你几个白眼，那也是情趣，你就这么没胆放弃了？是不是还觉得脸面挂不住，对人家说了过分的话？我捏了捏鼻梁，觉得头有些疼。上辈子柳如烟冷了我几十年，我每天陪教练还不是失败的彻彻底底，我让他们别再操心了，眼下我只想好好学习完成模拟考。接下来的一周，柳如烟果然没有再来找我，我偶尔和她在小区门口碰上两次，她的脚踝还没好，走路仍然有些不顺畅，看着她的背影我的心情很复杂，我故意落后于她，哪怕慢得跟蜗牛爬一样也不敢抄上去，直到目送她走进隔壁楼我才转身大步回家。模拟考那天，我和柳如烟出现在一个教室，她就坐在我熟悉的左前方位置。为防止作弊，学校考试的分配是随机的，上辈子看到柳如烟离我这么近，我还说碰上幸运女神了，结果她冷冷回了句那我就是遇上瘟神了。结果那次考试她真的发挥失常，差到跌出了年级前50，也因此失去了参加最后一次数学竞赛的机会，更失去了保送 PU 大的名额。代替他去参赛的，我记得是当时考了年级第一的赵少。我坐下默默祈祷他这次能够正常发挥。两天紧张的考试后，模拟考成绩加班加点统计了出来，班里瞬间炸开了锅，苏豪考进了年级前100，我不是出现幻觉了吧？我去，他以前可是吊车尾啊，这一下进步大几百名，太牛逼了吧。之前柳如烟不是在给他补习吗？这都是大学霸的功劳吧。几个死党已经把我团团围住，鬼叫连连。我认真看了眼达错失分的地方，并没觉得多高兴，这成绩比我预计的还要差一些，看来接下去还要更努力才行，不能因为自己有几十年的积累就自大。唯一高兴的是柳如烟又一次拿了全年级第一，看样子她的竞赛资格应该是稳了。这时老三风风火火从门口闯进来，豪哥不好了，我刚路过办公室，听说有学生匿名举报和柳如烟作弊。我捏着试卷的手指猛然收紧，心中腾起怒火，说我也就算了，柳如烟一直都稳居年级前三，谁这么想不开举报他？老三脸色也不大好看，吞吞吐吐说道，他们说是柳如烟帮助你作弊，你这次才能考这么好的成绩的，他们还说你和柳如烟早恋，所以他才愿意帮你作弊。我一拳砸在书桌上，满脸阴鸷，这副样子把老三几个都吓得不敢说话。下一秒班主任出现在门口，脸色严肃，苏豪，拿上你的试卷来办公室一趟。等我走进办公室，柳如烟已经在里面了，不止我们俩的班主任，主任们也都来了。我一到就有个秃头男主任发了话，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苏豪的成绩取消并记过，柳如烟的成绩可以保留，但是早恋加帮助他人作弊也要记过，以及下周的竞赛也要让这次考了第二的赵生替补上。柳如烟神色淡定，似乎一点也不慌乱震惊，但我却气愤不已，毫不客气地怼回去，事情怎么就清楚了？是有哪位老师当场抓到柳如烟帮我作弊了吗？还是谁拍到我和柳如烟抱在一起亲嘴了？无凭无据，我也可以说你们污蔑诽谤。这一刻生一场积累了几十年的上位者气质猝然爆发出来，
区区几个学校主任算什么？苏氏集团给学校捐的款和楼，校长、副校长都得亲自来接待我。柳如烟微微侧过脸看着我，眼里终于流露出笑意。秃头主任被我震了一下，回神后恼羞成怒：“反了反了！一个学生对老师这么大呼小叫，不懂礼貌。这里是学校，学校的风纪就是我说了算。看你们眉来眼去这样子，还敢说没有早恋？”其余老师连忙七嘴八舌劝他消消气，更有人冲我使眼色，让我别火上浇油。我还想再辩解，却被柳如烟轻轻拉了一下袖子。以这几十年的默契，我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这一次的污蔑，明显就是背后有人在捣鬼。明面上扯皮是得不到什么好结果的，哪怕是我当场重新做一套卷子，证明没有作弊，也有早恋这顶大帽子扣下来。所以说，这是背后最主要还是冲着柳如烟来的，是为了竞赛名额，是为了保送 Q 大的名额，谁会因此得利？赵胜，我紧紧咬着牙，压抑住冲到喉咙的怒音，在秃头主任喋喋不休的跳脚怒斥声中，我扭头就出了办公室门。外面走廊围着不少偷听八卦的学生，交头接耳，眼神古怪。我一眼就看到了赵胜，他微抬下巴，一副胜利者的蔑视姿态。擦肩而过时，他来了句：“这就是他选你的代价，错误的决定。”我冷笑，回了一句：“别高兴得太早，夜路走多了，迟早会见鬼。”回到家，我直接打开电脑，入侵了赵胜家的网络。开玩笑，我虽然不是什么专业黑客，但也搞了几十年智能机器，更何况穿越回五十多年前，远程操控一下赵胜家的电子设备，简直是杀鸡用牛刀了。仔细想过之后，我心里有个一个大胆的猜测：赵胜虽然成绩也很不错，但不像柳如烟这么拔尖和稳定，好的时候能进前五，不行的时候三十名开外也会有。加上这次秃头主任这么鞍前马后，以及赵胜爸爸是教育局领导，我怀疑有人提前透题给他们。毕竟高考这种全国重大考试，万众瞩目，不可能姑息任何作弊行为，所以赵家才那么着急运作，把保送 PU 大的名额给赵胜弄下来。有了，看到屏幕里出现的聊天记录和空白试卷照片，我脑子一转，快速下了个小病毒。这个病毒没什么大毛病，只是会导致电脑混乱，比如发消息时随即把我打包好的证据群发出去。哈哈，我相信赵胜的爸爸坐到那个位置，总也有对手。接下去不需要我费心，别人一定会牢牢把握这个好机会的。如我所料，短短两天，一切都翻天覆地了。赵家勾结秃头主任作弊的事情，别说在学校，就是在网上也炸开了锅，瞬间遭来了万众唾骂。高考，学子公平是绝不容人侵犯的圣域。赵胜灰溜溜退学了，一天都没敢出现在学校。秃头主任被公开处分，辞退处理。赵父更是被调查，牵扯出巨大的利益来往关系，下半辈子估计都出不来了。因为这件事爆发的太及时迅速，柳如烟赶在学校车队出发前顺利回归了参赛队伍。我犹豫了很久很久，最终还是去集合点停车场见了柳如烟一面。我觉得我该放下他了，我已经和家里商量了，准备不走高考，直接出国。从此以后，他走他该走的路，我也要彻底告别过去，重新出发。苏好，见到我，柳如烟明显露出惊喜神色，刚踏上大巴车门口的脚收了回来。他的班主任狠狠皱了皱眉，点着手表说：“两点要准时出发，没几分钟了，你们别耽误太久。”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幸运符，是我自己手工雕刻的，木牌中间雕空，加了一块圆形玻璃，里面装着一朵风干的紫藤花，送给你，希望你竞赛顺利，一举夺魁，也祝你从此以后事事顺遂，开心快乐。柳如烟抿着嘴笑了，欢喜地把幸运符捧在手里反复翻面。我一时有些恍惚，送了他那么多贵重礼物，他可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开心珍惜。柳如烟小心翼翼把护身符放进胸口的袋子，抻了我。你还是那么喜欢紫藤花，我失笑不已。我什么时候喜欢紫藤花了？是你喜欢我才特意做的这个。这下换成柳如烟了，露出十分吃惊的样子。我从不喜欢紫藤花啊，不是你喜欢才在家里院子种了那么多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瞳孔地震，我家哪来的院子，也没有种紫藤花啊。不对，如果说是上辈子我买别的别墅，那的确有，花架下还埋了他的骨灰盒呢。你柳如烟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他也被我的模样搞懵了，刚想解释，班主任凶神恶煞出现在车门口。还不上车？所有同学都在等你一个了。柳如烟难得慌乱起来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轻轻推了他一把，上去吧，竞赛要紧。柳如烟狠狠咬了一下嘴唇，飞奔上车前说了句：“你等我比完赛回来。”对了，谢谢你帮我拿回竞赛资格。透过玻璃窗，我看到班主任挨个朝学生们收取手机，直到大巴车消失在眼中，我才转身离开。虽然心里有不少疑惑，但我还是着手准备出国的流程，比如英语考证等等。三天的全国竞赛转瞬结束，比学生先回来的是柳如烟拿了全国金奖的消息。我爸妈乐的似乎是他们闺女得奖一样，买了一大堆水果零食，非要说晚上去柳家贺喜。我不去，晚上柳如烟就回来了，我可不想看到她。哎呀，你个臭小子又犯什么神经病？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就是不去，直接回房间睡大觉。晚上九点，窗外楼下忽然传来一声怒喝：“苏豪，你要还是个男人，就滚出来见我！”我一个鲤鱼打挺翻下床，看到柳如烟站在楼下，他这一声怒吼，搞得附近人家瞬间亮起十几盏灯。我拉开窗户：“柳如烟，你忘记我在医务室说过的话了吗？”柳如烟肩膀一震，话里带上了哭腔：“可是，是你主动来招惹我的。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，为什么要帮我解决赵胜？为什么要跑来送我幸运符？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要跑出国，一下冷一下热的，欺负我很好玩吗？”说到最后，我看到他脸上都是泪水，我从没见过他哭成这样。在我心里，柳如烟就是女强人，工作遇到再大的困难挑战，她都面色不改。我慌了，死不承认自己帮他解决赵胜的事情。你还想骗我？你以为我没有入侵他们家网络吗？只不过比你迟了一步，你惯用的技术和病毒小把戏我都熟悉得很。我顿时感觉被雷劈了一样，结合竞赛前他说的话，
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柳如烟和我一样，也是穿越回来的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就更可以说明白了。我知道自己上辈子缠了他一辈子，困了他一辈子，他不开心，连死都想着赵胜在紫藤花下对他告白，可惜被我破坏了，这反而让对方成了他心底一辈子的白月光了吧？柳如烟听我说完，神情都呆滞了。你是不是笨蛋啊？我早就不喜欢他了，好不好？柳如烟说他自己又不是傻的，虽然当时生气厌烦我，可在后来几年却慢慢知道了赵胜劈腿花心的事情。你以为那次我为什么会模拟考发挥失常，就是因为赵胜在考试前给我喝了一杯水，导致我思绪昏沉。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一个害我抢走我竞赛和保送名额的仇人？什么什么，这些事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，他从没透露过一点。柳如烟微微垂眉，浓密的睫毛快速扇了几下。我说道，在紫藤花下，还不是因为你是在紫藤花下向我告白的吗？后来还兴冲冲中了一院子。你这个大醋精，一辈子就记得赵胜告白那点破事了是吧？我整个人都晕晕乎乎的。确实，当年我告白也是特意找了有紫藤花的公园，可我以为是他喜欢啊，还想着东施效颦，增加一点告白成功几率呢。原来兜兜转转这么多年，我们全都误会彼此了。可是那么多年，你对我都很冷淡。这下，柳如烟飞快抬头瞪了我一眼，只是眼神中不是厌恶，也不是气愤，而是说不出的羞恼。她没好气地说，冷淡到我给你生两个孩子，咱俩也没少睡吧？这话说完，我隐约听到四周传来一道道吸气声。下个瞬间，岳父岳父和我爸妈从隔壁楼冲出来了。这次一向温文尔雅岳父和气质端庄的岳母都形象大失，撸起袖子，抄着戒指，反而是我爸妈在后面拼命拉着他。苏家的臭小子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说清楚，你们怎么就睡觉了？如烟怎么就给你生孩子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我倒吸一口冷气，感觉自己完蛋了。然而视线一转，柳如烟却扑哧一笑，灵动俏皮的冲我吐了吐舌头，似乎在说你惹的祸，看你怎么解决。我也撑不住笑了，转身就冲下楼，再次狠狠拥柳如烟在怀中。我终于觉得空虚的胸口被填满。那什么，老婆上辈子确实睡少了，这辈子继续呗。等这辈子走到尽头，我愿意和她一起长眠在紫藤花下。全文完。